脸色故作很犹豫，浪漫的叛逆，也曾经对爱深信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陈先生，你回来了。他住在这里。是的。我问一下，他一直都住在这里吗？是啊，天天喝得烂醉如泥，房间也不许我们收拾。每天都喝酒吗？不是，白天呢，他坐在我们酒店外面的沙滩上发呆，听说还经常到外面转悠，据说还坐情侣车，在海滩上看情侣拍照。我也知道沈氏集团出事了。但沈先生好像不怎么在乎似的，就是每天像梦游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，真是不理解。谢谢您帮忙，谢谢您了。没什么，应该的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您随时招呼我就行了。好，让我走了。谢谢。水，给我水。
醒了。楚萧。醒了就起来吃点东西吧，吃完东西跟我回去。楚萧，你是原谅我了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是你把我扶回来的，这屋子也是你收拾的吧？楚萧，你还担心我对不对？虽然不能原谅我，可还是担心，所以才找来了。你想太多了。我来，是因为有件事情需要让你知道。我姐回来了。准确的说，是孟晨霜回来了。我来初夏呀，就去找沈安了。我知道了。太极学长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听起来反应那么平静啊？我现在只是希望沈安和初夏可以跨过这一关，重新走在一起。他们两个人太爱对方，也太不容易了。可能别人会觉得这样的分离，沈安会更痛苦些。可实际上，初夏的伤心又有谁会理解呢？前几天我见到了初夏。如何为了沈安心如刀绞？那个画面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。学长，刚刚表达了你伟大的祝福，现在就后悔了？不是，最近好久没有见面了，你和那个魏先生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就是老出差，挺忙的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就是因为你最近常常没有提起他，我以为你们吵架了呢。太极学长，你不是一个八卦的人。平时也不会为了这种事情专门给我打电话，你是不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了？我没看见什么呀。你在哪？啊？我问你，你在哪？丁飞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，可能会有什么误会的。丁飞，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的。太极学长，帮我个忙行吗？魏正德不是还不知道你在这吗？你帮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，我相信他旁边那位女士应该会主动的介绍他自个。菲菲。我知道，这个酒会上大部分都是你的朋友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把事情闹大。好久不见，啊。这位是我太太，
你好，李太太。一个别的身份是别人的老公，是不是很好笑很讽刺？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我想找一个人好好爱我而已，怎么就这么难了？我确实通过媒体知道了新咖啡的事，可这里面明显疑点重重。我以为董事长可以处理好，怎么现在沈氏会到了要被并购的地步？这种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？那陈生现在还好吗？他说要报复我们沈家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可以，我们现在就去见他。他对我们家的恨我明白，既然他回来了，我想当面向他道歉。我姐既然是回来报仇的，不用你去找她，她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其他的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，你现在还是赶紧回到沈氏主持大局吧。初夏，陈双并不知道你来找我，对不对？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吧，前面靠边停车吧。以上呢，就是我们公司现在面临的状况和处境了，总裁。股东们对于这次事件的态度怎么样？我们的资金链一直有问题，而且最近有新闻缠身，想找到强有力的资源，这真的很难。所以，许多股东已经转向 M 集团。没想到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爷爷创立的沈氏集团绝对不能毁在我的手里。董事长和詹姆斯呢？听说他们已经约好了 M 集团的新董事长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北车，我也要去会一会他。是。15年前，15年前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。
明明对我造成的伤害，我也都释怀了。王董，虽然觉得很难，但是您还是希望我这样说，是吧？不过很可惜，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天我都要温习一遍，我生怕淡忘了王董当年您对我的关照。我们不一定会输。王董，您真的太乐观了。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一无所有的人最可怕，但是我认为曾经一无所有现在什么都有的人才可怕，因为他们会倾其一切去达到目的，不怕失败，永不罢休。M 集团的人呢？走了。他刚走。沈安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 M 集团的人吗？好久不见啊，沈总。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身份？你现在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有名的青年才俊。将来能和沈总这样的人共同做事，真是我的荣幸。合作？难道你就是 M 集团的？原来你的报复是这个意思。看来有人没有说明我和 M 集团的关系，只是告诉沈总孟晨霜要回来报复沈家。没关系，我不会怪那个人多嘴的，反正我也没有指望沈总跟王董事长相信我是来帮助沈氏。沈总，欢迎加入这场游戏，期待你的表现。陈霜，你等一下。我跟你不应该是这种直呼姓名的关系吧？那好，孟总，咱们能不能单独坐下来好好谈谈？沈总，我跟你之间有什么好谈的呢？再谈，过去的时间不会改变，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不会改变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和初夏的关系也不会改变。沈家是怎么待人的，我相信你比我清楚。我不会让自己的妹妹跳进这个火坑，所以我很郑重地警告你，沈安，你回来做什么都可以。想尽一切办法拯救沈氏，对付我，我都乐于奉陪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请你记清楚：离初夏远一点。报应果然来。别再给我买什么东西了，我真用不完。给你买东西对我来说是享受，你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啊？听说是你把沈安找回来的，
我初夏，你明明知道我现在跟沈氏斗得你死我活，你却替他们把主心骨给我找回来了，这让我当姐姐的就不太能理解了。我也是实在耐不住朋友的恳求，所以初夏，你骗不了我的。你如果不是担心沈安，你是不会把他找回来的。不过也是，你们两个刚刚分开没多久，感情尚在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要听姐一句劝，沈家绝对不是好的归属。我相信你已经领教过了王美玲的厉害，更何况如果我报复他们成功，他们家是要被我们踩在脚下的。你觉得他们会接受你吗？姐，我跟沈安已经分开了，沈家的人怎么想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有些话我想跟你说，我知道沈家的人非常对不起你跟梦想，也几乎毁掉了你的人生，可是我们就不能单纯的跟他们家划清界限，永远不原谅他们吗？我们家的人好不容易才团聚到一起，你跟梦想也终于可以一起生活了。姐，你能不能把仇恨放一放，和家里的人单纯的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好吗？咱们家为什么骨肉分离这么多年，梦想为什么到现在才能跟我在一起，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？为什么他们犯了错误却不用付出代价呢？可是沈安毕竟是梦想的亲生爸爸，你难道忍心让梦想亲眼看着自己的爸妈斗得你死我活吗？其实沈安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你的事情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包袱，这么多年了他从来都没有放下过。当初你说想在海边开一个美得像梦一样的餐厅，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现在的龙塔诺餐厅就是他为你而创立的。我不稀罕，如果没有沈家，我会好好留在海边，用我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把梦想当中的餐厅建起来。是他们毁了我的梦，现在又为了我弄什么餐厅，我根本不稀罕。我告诉你，等我收了沈氏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什么所谓的餐厅给他盘出去。盘出去？姐，那个餐厅真的挺好的，而且里面的员工都是好人。行了，你也不用再劝我了，我看出来了，初夏，你对沈安根本割舍不下。你一个人在外面住，难免和他藕断丝连。这样吧，也别等什么一个月了，你今天就搬回来吧。姐，初夏，你不会不听我的话对吧？那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公司？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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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直是不可能。首先，我要对自己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缺席了多日而深表歉意。之前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迅速发展到这个地步，这是我作为一个集团总裁的严重疏忽。等到危机平稳过渡之后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相信大家对目前沈氏集团的处境都已经非常清楚了，诸位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核心，也是一直以来帮助我支持我的得力干将。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家能够同舟共济，跟我一起渡过难关。总裁，下一步你有什么工作计划就请告诉我们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首先，食品安全是国家和消费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，所以面对新咖啡的事件，作为企业我们绝对不能逃避推卸责任。第一件事，全部召回市场上的新口味咖啡，因为投放量不大，所以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其次，请媒体进驻沈氏生产线，监控报道安全问题，并且将一切与该件事相关的消息和媒体共享。
第三，对全部召回饮料进行抽检。其他几点都不是问题，但是召回就意味着咱们要砸进去大笔的资金。可是目前公司的情况，这件事由我来出面解决。各位，此次大家的表现关系到沈氏的生死存亡，我在这里仅仅以我个人的名义。拜托诸位了。李叔叔，您可是我爷爷的故交啊，这回沈氏有难，务必请您拉上一把。平时承蒙您的多方关照，我一直感恩于心，这回能不能再拜托您一次？沈安，我听说你还打算往里扔钱。你也知道，沈氏这回遇到的麻烦可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，有些必要的投入不得不做。不错，但是这次投资由 M 集团来做不是更好吗？沈安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沈氏现在就像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病人一样，就算沈总你东拼西凑勉强的把他救回来一口气，你想想，但是可能明天或者后天这个病人就没得救了，这又何必呢？喂，你好，丁小姐吗？有件事可不可以告诉我？沈安在电话里听起来实在太可怜了，他跟我再三保证说绝对不会再打扰初夏了，只是心里很累，就想看看他，然后我就把初夏现在住的地址告诉他了。换的是谁都会这么做的。你也会？一定会。看来你是真的放手了。这不能算是放手，期盼着初夏和最深爱的人在一起，这是我守护他的方式。这么看来，我和初夏真是天生的姐妹，注定了要共进共退。
你和那个魏先生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当然是小手一摆，立刻拜拜喽。应该的，他配不上你。这下二鹏应该开心了吧？怎么二鹏没在店里啊？不知道，他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，可能要去见他那个什么神秘朋友去了吧。菲菲，菲菲，我记得我好像说过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吧？离开你的这些日子，我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，你真的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能活下去好吗？你说话也应该注意一下言辞，注意一下场合吧。你难道没有看见我和我的新男朋友正在约会吗？菲菲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的这些手段我都懂，你要是跟泰迪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，何必等现在呢？以前我们都觉得对方太好了，所以给不了对方安全感。可是我后来才发现，不管多烂的对象都不一定安全，比如你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勇敢的相爱了。亲爱的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对我负责任的。你这个表情是在说谁对你负责任吗？贝贝，你曾经说过我是你的另一半苹果，同样的，你也是上天赐给我的另一半苹果。我们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只不过我们相遇的晚了点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有机会的。为了你，我已经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婚姻，恢复了单身，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。你离开了他，离开了那个大学刚毕业就嫁给你的太太。我净身出户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。我希望没有辜负他，更没有辜负你。没辜负，泰迪学长。嗯。揍他。啊？我说揍他。除了打沈安那一拳，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打拳，能这样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。怎么样，结果不是很丢人吗？丢人？这怎么能算丢人呢？虽然你现在比青年重点，但人家欣慰的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你这是真人不露相啊。虽然招式是有那么笨了一点，不过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。那是，我现在都快成为假男友专业户了，这么高危的职业，没点防御技能怎么行？哎，你注意到我刚才那招黑虎掏心了没有？有没有点功夫小生的感觉？黑虎掏心，我没看见，猴子偷桃倒看见好人。那咱们就这么走了。不然呢？难不成你还想等魏正德出来，然后再送他回家？很可惜，这个世界上唯一用生命关心他的女人，已经被他用一张离婚证给赶走了。好啦，走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他这个另一半的烂苹果，已经彻底的被我扔进了垃圾篓里。
孟翔。今天，沈氏集团的总裁沈岸特意来到了柏江市，探望仍在医院休养的受害者。另外，他也当众宣布了沈氏集团的三大举措，其中包括对新款咖啡全面召回。这样就能行了吗？你是在问一个15岁的孩子吗？我就随口这么一问，又没指望你回答。刚才也不知道是谁说不想看，现在点开以后啊，眼睛都挪不开了。我就是好奇，我就是想知道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。结果我好像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审案的应对措施对于新闻事件来说的确颇有成效，不过可惜的是，这起新闻事件不过是大戏开场的序幕而已。就算他们解决了问题，也改变不了沈氏的命运。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个样子？沈家人无非失去的就是金钱和地位而已，我差点失去的是生命，这能比吗？当你们在可怜外人的时候，能不能也想想自己家人的感受呢？姐，我们俩只是随便看一下，你别生气。什么叫白扔钱呀，爸？你说的对，我是没有嫁给沈岸。不过你以前不总在昂婷面前说乔家是沈家最好的朋友吗？客气。好，咱们不谈感情，谈生意总行了吧？你进人沈氏之后，他们家喘息过来了，咱们不一样得到丰厚的回报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又没有多要，不就一个亿吗？至于？佳颖，每次你不言轰动，你难受是吗？爸，我总算是看透你了。你以前跟人家朋友长朋友短的，现在人家落难了，就马上划清界限。你这不叫客气，你这叫虚伪。哎呀，消气，什么事儿亲这样？你说我爸这样像话吗？以前让我学习生意，学习管理，现在要说生意场上的事情不需要我管了。看来我真的得好好回公司，兴风作雨般弘扬正气了。哇塞！有你这样女儿，就是种特殊的幸福。你说，沈哥怎么办呀？我现在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哎，你要是商务方面的话，你可以找我，非常精通，我很懂的。喂，快递哥哥。喂，那先这样，初夏，你早点休息啊。